这个自制的 Xbox 扩展卡现在加了个壳子，这里有个散热器，然后现在装到机器里面去。识别出来了，然后我内置是没有装的，运行一下里面的游戏，查看一下游戏，《战争机器五》，现在是快速恢复的。切换回刚才那个游戏。现在移除这个扩展卡。